场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海滨队进行曲》，是风中学生耳熟能详的升旗曲目之一。进行曲是风中管乐十多年来的传统，是风中管乐演奏会上必演的重要曲目。第二首是《白牡丹》，我们将台湾在地民谣以管乐演奏的方式呈现，让观众体验到在地民谣的全新面貌。就让我们欢迎余文凯老师出场。